我自己係有慢性病嘅，我有。好，哇！即係呢個頭先講，哦，係啦，係啦，好，話俾老師聽，話俾你同學聽。啊，老師好，啊，老師好，大家好。啊，我自己有那個啊慢性病啊，血壓高，所以呢，全身都是很多疼痛的地方，關節啊等等，肌肉。現在我下床的時候也是要靠滾動來下床啊，所以呢，啊。然后就是我有五十肩啊，头脑也是比较不清晰的，我不清楚，啊，膝盖也是无力的。然后在这几天，蛮多问题啊，蛮多问题，还有很多问题不敢讲啊，不好意思讲啊，不好意思讲啊，以后慢慢来，慢慢来啊，我们时间已经够了，哦，对对对，所以这几天我在听老师说你要练一个功的时候呢，我就发觉。像手指能本来前几天不能好好的那个握住，没有力的。那这几天就是老师不是说那个握住嘛，几分钟之后它就很顺利，而且是有力的，可以打拳了。哇，真的吗？真的好，来打我一下，打一下，真的。大力一点，哎，好，啊，再来一次，不用了，哎，哇，真的有力啊，对，真的。然后就是膝盖呀等等啊，本来是直接一起嘛，然后就做了好像。按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调了几分钟之后，下来的时候那个腿就有力了，所以算很快的。然后五十肩呢，其实呢松了很多，改善很多。然后还有就是讲，就是我那个啊脊椎骨就是抽背的地方更多啊，是老师啊我自己啊，还有就是说其他的啊同学的调整的时候松了很多。我看到那个调快的时候，整个是已经好十几年。可是没想到进步那么快，这几天里面就蛮松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功效蛮快的。然后呢，就是心理方面呢，叫心脾气和，这个你说功效的啊。然后还有就是我在想分享，就是我们帮人家分房那个调整的时候，就我也跟今天跟一些朋友的同学啊都分享过，我觉得是我跟当。我们去探索去帮人家的时候，自己的反应在自己身上，然后老师告诉我们，其实是这个是因为我们是本身有些跟同样的部位有问题，所以可能是这样就带着我们在内功调整的时候调整的时候，这是也是帮助自己。因为老师说啊，其实这个能量是天生的东西，通常都是在帮到病人去啊，所以同时的时候我们也有在内功，所以讲慢一点啊。你比我讲得很快，是吗？慢慢讲，好兴奋是吗？对，是吧？好，慢慢讲，慢慢讲啊。我翻译啊，因为那个翻译啊需要时间，能听得清楚啊。然后最后就是说，我也学了一些其他的那个功法，这是一些，可是真的没有那个长期学效果那么快。就是很短时间里面就能够让我们有这个能力去调整自己，因为我身体就是说很多问题嘛，因为很多功法都没有那个效果，然后呢，而且我们是学习几天里面就，而且几天之后就已经能够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，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学好一点的话，去帮助其他人，像让大家能够得到长期学的那个利益啊，谢谢。OK, 谢谢。